已经全世界领先了后，就是进入去了这民主自由的这个社会，这是人类啊最后的一站嘛，一站嘛，咱若行有法度，就真好势。所以啊，咱若以后就安怎，伊继续就搁你写一本册出来，就是 trust。 生命共同体啦，意思就是讲，你啊，既然伫台湾，认定拢是台湾人，伫遮为了台湾来拼，为了台湾啊，疼台湾。<笑>啊，实在也无迄个心嘛，无经移民去好啦，踮咧内面就煎熬。 今仔日啊，政局啊相当的无安定、无错，各种的错误，还是各种的这个拄仔你讲的情形来引起的，这无安定啊，互社会老百姓的心情啊浮动啦，唔知要安怎，是唔是来大陆啊到处较好，还是要来美国到处较好，大家拢想无啦。这款的呢浮动的民心啊，应该就咱大家关心要安怎来处理这个代志。 但是啊，我相信啊，台湾啊，咱大家啊，继续啊，爱台湾这个心情啊，坚持咱的理想，共同来努力。